繁殖的这一只碳纤维反折，在韩国火箭卖4000多块，在会计师呢，这一只192公分的这个右蓝子的这一只碳纤维哈，反折的这一只哈，人家卖4000多块，我们这边卖1680。中间这一只可以拆下来当自拍杆、泵杆，还有棒球队交流棒棒，反折起来收起来很小。碳纤维加很好的这个金属车工，这个是锐爪，这个是快拆，按了之后就出去，这里锁了是出不去的，那这个要解开锁，按下去就出去。这里是这个我们这个 Crane M3 Pro 声音接收的这个6.5孔，这里是3轴稳定器，这里有灯光，这灯光很精彩，晚上特别好用。那车内局部补光也很漂亮，性能很强大，支持边充电边直播双色温。这个是 Lumis S5 Mark II， 台湾只有一台，现在正在进行工程测试，还有那35度抗热测试，支持边充电边使用，已经做好了24小时的这个耐热测试，还有24小时的续航测试，表现的结果呢，就是没有失误。这台摄影机呢，是全世界少数哈 6K 摄影机可以扛得动24小时完全不会热当的设备，可以直接给您挂保证。这样子搭配下来呢，应该是非常罕见轻巧的直播设备，整体看起来就是这么样的简洁有力。要离开它也很简单，随时可以跟脚架分开，想怎么分手就怎么分手，完全不拖泥带水，按了就分手，有一键分手功能。